姚晨饰演者钟汉良，请。解放军战士葛桂臣饰演者王枪，解放军地下党员曹春生饰演者傅亨，解放军侦察兵廖峰饰演者郭麒麟，国民党海基炮连连长李冰饰演者尹子雄，有请各位。啊，上来的是清一水的男人帮，来，各位依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，多么热情！大家好，我是军需官姚哲，钟汉良。大家好，我是炮兵侦察连连长蔡新福。大家好，我是炮团实习参谋葛桂臣。大家好，我是傅亨，我饰演地下党曹春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侦察兵廖峰郭麒麟。大家好，我是尹子雄，我是李冰。好，我们的观众非常热情，从哪儿开始聊呢？没事，我们的出品方准备了一些关键词，我们就从关键词开始。来，大屏幕，我们先从钟汉良开始，他的关键词是不计成本，就是贵的意思啊。对，给我们解释一下。不计成本就反映在我们的拍戏过程当中的一些道具。道具上，我的贴身道具，我的手套，皮手套。皮手套很常见，它怎么跟不计成本挂上钩？对吧？对，它不是特别贵的皮手套，但是因为我们在逃跑当中，在任务当中常常要爬要磨，但是会经常磨破皮手套，就不断要更换。我看大概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，我换了起码有个三四五六七八个皮手套。哦，量大，不计成本，不计成本。好，而且这个据出品方介绍，钟汉良非常的敬业哈，也是因为演员有的时候会超时工作，这个比较麻烦。但是钟汉良说，不要紧的，你尽管去操好了。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没有，还是要那个。还是要啊，这方面有控制。没有，但是因为看到一伟可以，导演可以，我也可以。行，可以在一个适度允许的范围内超一些时哈。是为了共同为了一个拍好作品的目标一起去触发，然后就忘记很多事情，就只想拍好这个戏。对，用情非常专一，对于工作。其实说到这个道具的这个磨损。光他还有一位小老弟，他的关键词王枪叫落花流水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怎么个落花流水吧。我们稍等，我们会有一段视频更直观。枪